来到中部，元宵有不少真特别的活动。这个苗栗竹南的朱如宫，为了要传承百年历史的炸邯郸的文化，是用地壳炮代替着棒仔炮，带领小朋友更新旧来巡礼。啊，那里的森林有北港灯会，有万人吃饭打，有够闹热。小朋友唱歌的音符甲炮仔声的隧道，只要顺利通过，就会当准备出发，体验炸邯郸。小朋友嘛，更新旧顺利，不过这个专程是以泡泡来代替，这款的体验是为着传承有百年历史的炸邯郸文化。今年元宵节北港灯会嘛真有看头，总共有三大灯区：关公大桥区、水道头灯区，也佮有挂这花灯伫巷仔内。这巷弄的灯区是古早式的，有彩绘墙会通翕相。从嘉义民雄，嘉义民雄哦，对，啊，觉得怎么样？不错，不错，有音乐可以听，嗯，还有一些比较那个古早的东西可以看一看。今年包中乡有万人吃饭台的活动，有准备油饭，也够有汤，以及各式的料理，让民众享用。米糕、樱花虾、三宝鱼多汤、鸭肉汤、哦，这个鱼丸啊汤。菜色澎湃，分量多，全村200多户，总共准备14000斤的饭菜，要大家吃。好多偌多人来，上少嘛有4-5万人。一冬一次元宵节，每一个所在，不管是体验炸邯郸，也是射灯会、吃饭打，拢是闹热滚滚。